还是热火可以三连霸呢？我们今天也要来请林董跟守正跟我们一起来做预测。当然，这个活动呢，也在这个 Space 也跟的 Fox 还有伟来一起共同合作，邀请了观众一起来预测总冠军战这个冠军会是谁？那猜对的会有椅子，好哎，买对不对？再送椅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请，等一下我数到三，一二三，我们就来预测到底谁可以获得总冠军赛。因为你们两个人一人一票，我怕等一下意见分歧，所以我也加入，我也加入。如果猜对的话，林董事长可不可以送我一张椅子？可以，可以吗？好，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二三来翻牌喽。OK， 一二三。守正是热火，林董事长热火，我也是热火。台湾的保险公司没人敢接一张这个椅子，但是呢，由于各位记者朋友们的宣导了，他们对这个东西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椅子，15000-15000，他也就保了。保险我们的是星光，15000-15000。那么，因为我们有10年的保险，所以别人要做这个椅子呢，他也没有办法跟客户提出10年的保险，因为他的历史不到10年。好，谢谢林董事长，好，谢谢林董事长的获奖。那他一年前呢，就跟我们林董事长接洽了，然后他说他要为他的爱情在自家的小豪宅里面打造一个球场，他专属的球场剧院，所以他找上了林董事长。这么爱老婆的好男人会是谁呢？请大家掌声鼓励，欢迎我们的阳光球星何守正。何守正也是我们这次 Spexy 的代言人，我们先跟大家打声招呼。哦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守正，然后今天很开心，也很荣幸呢，可以来参加这次 Spexy 的记者会，这样。是，你是不是有一个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？对，其实这个。我是篮球员，所以我就很注意 NBA。啊，我记得大概在5-6年前吧，那个时候在台北小巨蛋有那个 NBA 台北赛，然后我就有看到有介绍说，哎，其实 NBA 的椅子都是 made in 台湾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哇，这很厉害，这就是另类的台湾之光啊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，哇，这个椅子台湾有没有得卖？我就上网查资料，后来发现其实没有。那大概在1年多前吧，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讨论的就是说，我觉得说，哎，热火要打总冠军赛，我们想要支持一下热火。然后呢，小泉就说，那你既然这么喜欢热火，那你就赶紧去做这椅子啊。我们就上找资料，然后也刚好看到 TVBS 在介绍林董的这个椅子的制造过程。等于说，后来就觉得说，那不然这样子的话，就打电话哦，找那个上网找到电话，打电话去，一直麻烦那个王小姐，然后问他们的工厂在哪里，然后一直找了以后，因为他们在桃园。然后我们就两个开车过去，就直接找林董，然后就一直拜托他，因为我就在台湾没有得卖，所以我就说可以帮我客制化一张，两张，就是因为我们喜欢热火嘛，然后我们就想要客制化，就是那种电脑椅，然后又可以手靠着上网，然后又可以移过来，哎，看电视，两个一起看热火的比赛，然后就，哎，但我付钱哦，对，然后就是很感谢林董，就是帮我们制造这两张客制化的椅子，让我们放在家里，这样子近年多来，我们就一直看热火拿两个冠军，虽然今天输了，对。不过我相信他们应该还是会赢，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 MLB 也有授权说，这样我们在台湾很多运动迷都有福了，我们就可以如果可以真的成功可以买得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像美国可能美国的那种运动迷一样，他们可以我们好像亲临现场一样，可以坐在他们那种大联盟场馆的椅子上面，然后在家里看比赛也很不错的。对，谢谢大家。听说你是不是因为了这张椅子跟小贤吃醋啊？有的时候就是还好，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两个，如果有时候椅子上面有放东西，只剩一张的话，就是大家抢着坐嘛。对，还好啦，就还是受不了的话，就椅子东西拿掉，两个一起坐的。因为听说就是小贤坐在这椅子上的时间，坐在椅子上的时间没有啦，开玩笑啦，对啊，因为椅子太舒服了，没办法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你刚刚有听到说 MLB， 那你跟小贤是哪一队的球迷呢？其实我一直以来。就是从王建民开始才比较注重 MLB， 所以后来那个时候喜欢洋基，因为王建民，然后后来慢慢就会觉得说，因为台湾其实转播洋基的比赛很多，变相就是对于他们的认识比较多，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基本上小学都是跟我了，我喜欢热火，他也喜欢热火，喜欢洋基，他也喜欢洋基。哇，
哇，所以守正也是洋基球迷哈。是。那今天这个发表会上面呢，林董事长为了要感谢何守正夫妇这么爱戴 Spexy， 所以他也准备了一个超级神秘大礼要送给何守正夫妇。好诶，我们请林董事长上台。这个礼物就在这里了，好，我们请林董事长跟守正，等一下一人拉一边，我们先给媒体朋友们拍照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对吗？就很像那种小球迷得到那种球星的那个球，你知道吗？这真的很好看的。然后，谢谢董事长。这是这个洋基的椅子啦，我在美国的这个 Citibank， 他认养了这个洋基的棒球场，做了一个纽约新的洋基棒球场。在开幕的时候，他们在一个新牛的这个开始打，就是资深的这个顾客的专属区，那都是退休的老球迷到他那里去做的。那个地方啊，有1000张的这个VIP 的椅子 ，VIP 的椅子是这样的，是索赫同啊，它的椅子比较高一点。我们不要坐上去，可以吗？坐上去跟媒体朋友拍一张好不好？董事长一起，谢谢。来感受一下我们 Spexy 到底有多舒服。这个椅子的舒服还不能讲，但是不舒服是会被球团讲话。好，我们先看前面。好的。通常一张椅子被要求它坐4个小时到5个小时，这个椅子能够稳稳当当的支持他。这是我们董事长真的很想要推荐这个椅子给大家哦，真的太专业了。好，媒体朋友们拍完了吗？谢谢。好，董事长，你手可不可以再放上去一下，给媒体朋友们拍一张照呢？然后往前看，董事长的，麻烦你往前。另外补充一点，这个 NBA 的椅子跟 LB 的椅子呢，以它外表的形象和你们的感觉，和它的卖相啊，我觉得自我觉得就不错，因为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他每一张椅子的票房价值，最便宜的票房价值，我举个例来讲，一个使用这个椅子的听场馆，假如是一年不到220期的 CEO 了，第二年就完人。那么美国的 Staples Center， 他一年举行350场，所以说全世界最好的。他们现在的场馆已经不是单独的一个球场。他们是一个场馆，球场的场馆叫 Shopping Mall 接在一起，所以他有220场以上的时候，他就有220场的几万人的 Shopping 的机会，所
赛的时